先生小姐你好，我们是伯爵旅拍公司的，一看你们二位那就是好事将近啊。我们诚挚邀请你们来我们公司拍婚纱照，我们伯爵旅拍是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，还可以专门为你们定制个性化的旅程，让顾客呢在旅行中记录美好，同时啊也让你们的婚纱照变得更有意义。你这个还留着呢？我感觉以后用得到吧。那天我看见一对新婚夫妇拍照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像他们这种大品牌，化妆品、衣服的供应商应该都是不错的品牌。你们女生拍婚纱照不就在于这些东西吗？供应商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觉得，咱们郁美玲可不可以做伯爵旅拍的供应商啊？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提升品牌的价值，还可以做一些联合推广活动。好主意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伯爵旅拍，它能做到现在这个规模，它应该已经和很多大品牌有合作了。咱们要是想进他们的合作的名单，应该有点难吧？但是可以试一试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方法可以变通。那个玄玄，你现在脑袋挺灵活，啊，有点我的影子了。我要怎么奖励你呢？哎，我觉得可以给你妈妈还有文叔叔安排一下。可以让他们替我们先享受一下。喂，您好，我是伯爵旅拍的客服小蕊，请问您是想咨询婚纱照吗？对，我想给长辈准备一套，你方便介绍一下吗？好的，当然没问题。请问长辈的年龄多大？我们公司是一对一专属定制服务的，包含抵达目的地专人接机、拍照、选片、送机等全程服务，全程都有人照顾，全程都会轻松舒适的，拍照之余还能享受一个美好的假期。挺好的。我妈是个很苛刻的人，对照片质量要求很高的。理解您的顾虑，成片效果请您放心。我们秉着尊重客户的宗旨，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，这样记录下的表情状态都更自然，相信您母亲一定会很满意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我确定能跟你们联系吧。好的，感谢您的来电。